11点多，我在西门町。那今天4月25号是复仇者联盟的上映日，那我很兴奋的跟我朋友两个人自己跑来看。那我就没有跟杰他们一起去，他们今天下午才要去看。那因为晚上还要去中立玩，所以就放生他们啦。那现在我手上没有票，因为我刚去拉屎。那我朋友现在在帮我取餐，票在他手上。那已经等很久，其实已经过了开始的时间了，11点40分开始，现在已经要45分了。那现在我们还在排队，他好像前面还有3-4个人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拿到。那我们大家就开始去看了，我超期待的，期待超级久。那还有接下来的时事，你们看一下后面那里，超期待。那我们看完再相见。Hello， 我回来喽。那我刚刚已经看完了啦，票在这儿。那我看完有什么感想？就是屌。那我觉得说你们要看的话，一定要赶快来看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怕这一部的剧情被爆雷。我平常是一个不怕被雷到的人，那我看完之后就是觉得，如果这部被雷到，我真的会超不爽，因为东西跟完全想象中的不一样，连跟预告片你们预知还是很多人解析的彩蛋什么挖沟的都不一样。那我看完之后，我真的觉得这阵容非常的浩大，很强大。那主轴的部分也会跟我觉得跟你们大家想的应该是不太一样的，那最好赶快去看。那我看的版本呢是 IMAX 的版本， IMAX 的版本就是会比其他电影的就是少了上下黑框，然后画面比较多，我觉得细节也会比较清楚。那其实那细节好像也没什么重要，但是用大荧幕看就是爽。那我现在人在野兽国，西门町的野兽国，就是卖我那些收藏玩具的那些地方。那我等一下要来买一下我要买的小只的美国队长跟索尔，那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，那我们等一下进去看吧。那我刚刚在这边晃了一下齁，那我其实没有找到我要买的东西，可是它一楼有展示什么限定电影版什么东东的，我刚刚也没仔细看啦，反正上面应该会有我要的东西，不然我就要跑去三创看了。好，我现在回到一楼了。那我现在就到这个英雄限定店了。没错，他东西都放在那里，我要的东西，店里面居然没有，都放在这里。好啦，也算是一个行销手法。那我现在就要进去买我要的东西喽。这边就是我要买的东西，这边的蜘蛛人，啊，索尔，啊，这个发光的索尔，哦，你们看到反光。那，啊，我要的是美国队长哈。那我现在在拍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有看到他的存在。好，我看到了，他就在我正前方，我要买它。结果看一看，仔细看，发现它其实是索尔啊，我好像白痴一样。再往下看，我终于看到美国队长，可是它好像是同捆包的。糟糕，难道我要全部都买了吗？硬着头皮冲了，我原本只要买一只，也没想到会买一只，加一只索尔。哎，我现在到了西门町万年的 Q 台，那我现在要来开箱。我刚看电影看完之后来买了几只，哎，我就是应该剁个手指啦。
那我买这几只花了多少钱？3000多块。好，这就不用提了。那为什么我会买这一大盒？刚刚前面你们应该想到了，因为我知道买美国队长，可是他卖光了，没有了，我忍不住就冲了这两只。那为什么会买索尔跟蜘蛛人？没有，索尔就单纯因为帅啊。那蜘蛛人呢？他眼睛会发光，我才买他。哦，真的帅呀、啊！好，那我现在要把我们打开，稍微介绍一下，因为这不是在家里，所以我可能另外两只我就不开了。那我们就开这一盒大盒。哎，无限手套，新的玩具，打开就是水。都是钱的味道。复仇者黏膜 Avengers。 那这次大字大盒的里面有什么？这次大盒里面有冬兵嘛，八旗，那美国队长，这个战争机器，那个鸟人，哦不对，猎鹰，还有很可爱飞扑的黑豹，还有大只的浩克跟金发黑寡妇。橡胶味很重，而且这次做的是摇摇头，哎，他以前的头都是可以转动的，这次是摇摇头，我是蛮傻眼的。这些是喷漆的味道很重，我的天哪！好啦，某方面是有一点新奇，跟以前版本不一样。那这次的冬兵啊，还有附一支枪。那为什么战争机器跟猎鹰是小只的？这么小一只？我想应该都是他们一个都在飞吧，其他的都是算是在地上这样，这样就不算捏爆剧情，不算雷吧。底座都掉了，没关系，之后再处理。那这只浩克呢，蛮大只的，就是跟其他只比起来，大只不少。那它单一买的独立的话，大小就跟其他角色差不多大，就这一只的版本会特别大。我们看一下黑豹，哦，这只真的超可爱的，飞扑，它在找毛球是不是？你看，超可爱的，一只小猫咪，黑色的小猫咪，黑寡妇，它不管什么颜色的头发都很正，这没有话讲，我相信大家也这样觉得啦。要，好了，就稍微这样介绍一下。那既然都这样了，那我还是把他们另外一只打开，那稍等我一下，来哦。金发肌肉猛男，充满雷电，戴眼罩，头一样可以摇。为什么我买这只不买有斧头的？因为这个打灯的话，他的手会发光，也不是说发光，会透光，很帅，真的很像有雷电的感觉。那蜘蛛人，他的盒子一样，旁边也有这个蜘蛛的图案哦。索尔是锤子啦，我刚忘记讲。那这次的蜘蛛人呢，它会发光。我以前买的蝙蝠侠它也会发光，那电池在这边，但我现在不想装，所以就一样给你们看一下。它一样头一直晃的，它不能转。那这次它后面有8个角，那跟预告片不一样的地方是，预告片它的脚是金色的，这玩具看起来它就是配色是一对的，是完全一模一样，跟衣服一模一样，跟电影里好像不太一样。那介绍就差不多就这样子，因为我在外面，我不想把他们全部都放出来拍。那我们先这样，那晚上还要去中立馆，去中立的那间电竞网咖，然后想看一下这，感受一下那边的感觉是什么，因为我没有用很高阶电脑打过游戏。那就先这样了，拜拜。